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税务干部，两千年离职之后，短短的时间他就成了这个涉黑涉恶势力团伙的一个首犯，而且在重庆呢号称是重庆女赌王哈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们二位了解吗？我所了解到啊，这个谢才平啊，他在两千年以前在税务单位的时候啊，他就和他同事有很多纷争，不过这个人非常好强。当然两千年以后啊，看起来他经营赌场这个事业啊还是蛮有成就的。当然网上对他的事迹报道了很多，包括他是文强的弟媳妇儿哈，对，这都不算神秘了。对我而言啊，这个人啊最神秘的一点啊，还是在2008年8月份的时候啊，他开了一个赌场，结果民警呢去探线，结果他把他民警抓起来，还非法拘禁，打了人家一顿。因为了这件事情，他变成警方的网上逃犯。从2008年8月份到2009年今年的暑假的时候，他一直是网上逃犯，可是他还去和法官，还有这个所谓的侦查大队大队长，还有这个局长，这些人啊还接触。有关于他的网上逃犯，他希望能够交保。当然这些事情啊，没有人敢接受他这么一个网上逃犯，所以他算是自首无门吧。当然到了今年的7月份重庆开始打黑以后啊，他就马上就列为这个正式的缉捕对象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一段过程还是有一些神秘的地方，当然跟他本身的身份呢，也是有一些关系。综合了一下媒体的报道，还有起诉书上的这些说法呢，我觉得这个女人她不简单，生命力很强，就是每一次警方其实都有针对赌场的这个整治活的行动，但是每次整治的时候，她都能提前十几分钟，甚至提前几分钟就逮不着她了。然后接着呢，在2006年的时候，终于有一个基层的公安分局说我们一定要端掉这个赌场，然后就去了，上演了一个我们在警匪片里边经常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声东击西。一开始去说，哎，他又跑了，又提前知道那个消息了，然后紧接着这个公安分局的局长就说，我们今天不行动了，大家休息吧。然后等他们放松警惕以后，突然一下进入进去，才把他抓获。抓获以后呢，文强就很恼火，文强恼火呢就说，这个事情啊你们就不要弄了，就把它当做一般的治安案件处理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正义和邪恶的一个斗争，公安底下的公安分局就坚决要把他送上这个法庭，结果终于他被判了5个月的拘役。判了5个月拘役以后，出来以后这个生意又做大了，他一看他这个每一次都被惩处，然后还不如做得更大，在十几个酒店饭店，就著名的酒店饭店里都开了赌场，然后自己在那抽水，而且呢他自己不去当老板，他找了走在大街上看到谁，哎不错，小伙子不错，然后说我给你1天800块钱，你到我这里来当个山寨老板，出了事儿我给你顶着，我到最后把你捞出来。所以他自己其实